投票前一天，伫个高雄煞传出枪声，这是发生伫三民区有一间开刀啊算的店。今仔日透早六点左右，熊熊出现两个查甫人，其中有一个人向这个天棚来开枪，了后两个人就随走去。也毋过，这个天棚的土角煞落下来，去牵着店内的女员工，因为这现场拢找无枪支卡，所以警方是判断讲，这个开枪的人应该就是拿店铺的这个枪来犯案，目前已经锁定对象。透早六点左右，弟弟无爱男子甲另外一个人入去导游店，无外久内底传出枪声。原来因入去内底是向着天棚开枪，还过来得离。救护车来到现场，只枪无拍着人，却因为天棚暗门土落来，牵着女店员，家人看到伊个头壳暗嘞，非常惊吓，等待就医。警方嘛赶到现场。啊，有听到什么吗？我也没听到。那、啊、怎么会啦？我是因为我们今天要聚餐。员工讲，当时当要关门，两个人却汹汹冲入来，无讲啥物就开枪。因为现场找无枪壳，警方初步研判，男子所使用的是震爆枪。有两名歹徒进入，其中一名男子持震爆枪对天花板开枪，造成员工疑似天花板的水泥块掉落波及，轻微擦挫伤。这间店开了两冬，敢是甲人家冤仇，互开枪威胁，警方还搁咧了解。不过拜六就是总统立委登票的日子，虽然真互人开枪引起的关心，警方表示已经掌握着特定的对象，要全力来破案。记者王刘婷、陈显坤报道。